曾经风魔万千少年的赛车竞技，到今时今日已经成为绝响。好，第一位车手是蝉联了十年冠军的旋风车神 Javon， 犀利啊！而第二位车手就是阿森。好啦，嗱，一开闸咧，咦，我哋呢条赛道好似海洋公园嚟嘅，呢个海洋公园嚟噶，我啱啱落咗水，落咗水，明白？呢度系哇，食人科我最惊啊！苏亚提出现，59，哇，犀利啊！苏亚提一出现咧，阿森咧已经解决咗啦，唔知道下一条咧会系边个出现咧？又唔知道个难度会增加咧？喂，100，哇，一埋我俾我先，好像要多一點，120，都不算，即我接受不了，我是要輸的，所以我下一波我再會正常地說，即這波你放棄了阿森啊？哦，是沒事了，好，沒事了，原來沒事了。好了，我們將獎品交送去 Javon 的手上了。好好，這麼多位再會了，拜拜。